轻松，欢呼一下，欢呼一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大家有空的双手来，我们就挥挥手，浪漫一下，浪漫一下。会唱的朋友一起来。大哥鼓励一下，好，那我演奏了也快两个钟头，让我喝一杯水，喝一口水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个最近天气热，记得呢，白天大家如果有骑摩托车，要穿一件什么呢？外套哈，外套，你像我这边就晒伤了，真的很痛哦。好，还有朋友点了我的一颗心，谢谢大哥哈。水车姑娘。军霞姑娘没问题哈，因为大哥的热情，所以我决定不休息了，不休息了。好，那因为这个有时候台上表演哈是短短的一两个钟头，不过呢，其实就像很多长辈讲的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怎么样？哎，真的是这样子哈，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我吹箫，其实我练这个乐器以前吃过蛮多苦的，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学习的故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这个大哥点的这个军霞姑娘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跳舞好吗？啊，难得今天天气好，大家心情放得开，来，左脚踢一下，右脚踢一下，恰恰，哎，坐着也可以跳，坐着也可以跳，站着也可以跳啊，恰恰。爸爸看起舞，哎，会唱的一起来。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哎，是，有没有会跳恰恰的朋友呢？哎，
心心知我心啊。这气温好，马上安妥哈。那这个今年呢，这个夏天正来到了哈。那刚刚这个大哥点水车姑娘，还点一首这个星星知我。我靠，其实小朋友怕不怕姐，你看没？很贴心，知道呢。这个老师流汗，擦个汗一下，你也擦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大家都知道呢，我们礼拜二都在这边表演哈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我们每一年呢也都会举办两场很大型的音乐会。那我想呢，这个大型的音乐会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我们在七月份，好，国历七月份来举办好不好？好，我再找两天，礼拜六礼拜天的哈，啊，弄个漂亮的舞台啊，租个几百张椅子，让大家呢好好享受一下好不好？那平常呢，其实我不是靠这个表演为生哈，我是靠这个像商务的表演或者是教学啦哈。那这个表演算是我自己私下的这个想说，提供大家呢有一个音乐的这个环境。赶快不啰嗦，就带来这首《星星知我心》，好不好？送给大哥大姐哈，一样是热情的哈。大家记得打拍子，然后呢到公园来就是放松，就是运动，我们身体才会健康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鼓励，来用力打拍子，手红红的，手红红的，哎，再大声让大家嗨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嗨一下，来。
谢谢这两首呢热情的歌哈，让大家也为之疯狂一下。好，换个口味呢，换我最厉害的一位学生也来吹奏一下。你看他的身材就知道呢，哦，冰蛙他多他多身哈，但是气质很薄的。我们呢换 Tony 帅哥来为大家演奏一两首歌，好不好？他的低音萨克斯风呢也越吹越好了哈。我们来听听看呢，现在又快到暑假了，也希望呢家里面有小朋友也可以学学萨克斯风，像他呢，从五六岁就开始跟我学习到现在呢。学乐器最重要是要学什么呢？内涵，对不对？内涵培养什么？气质。我们外在就好，那女生漂亮，男的就帅，并不是呢学乐器是要去比赛啦，或者是要吹多好多好。其实呢天外有山，人外有，最重要是培养那个精神哈。好，那 Tony 呢学到现在算几年了？大概几年了？好，因为这个年纪是秘密，所以不要讲哈。好，那我们先第一首歌带来什么曲子呢？太棒了，他知道呢最近呢在台北办民歌四十啊，他也练了一首呢叫做夕阳伴我归，好不好？夕阳伴我归，乡村节奏的哦，来帕婆阿姐，好不好？来，夕阳伴我归，嘿。做起来呢特别的自然，特别的好听。那时间最后我想呢也不要让他演奏一首歌，来一首慢的好不好？有感情的哦，有力气慢起来啦，是谁先哭来鬼先哭瓜呢哈。其实这个认真吹的时候呢就这样，你看看这个把这个乐曲的精神就演奏出来。我们来一首有感情的，太棒了。他挑了一首呢最好听的台湾民谣，一方面也送给小朋友来做一个台湾民谣的音乐传承啊，叫做《黄昏的故乡》。小朋友，你捌听过不？叫叫我，叫
哎，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？没关系，小朋友可能没听过，但是至少有听过这一次，他至少知道什么叫做红昏的故乡，对不对？不然都是小朋友，你是我的台湾民谣都没记了了啊哈！你住在哪一个国家不知道？哎，来，我们来赶快来听听看这个红昏的故乡深情版。谢谢托尼的精彩演奏哈。
好，让 Tony 休息一下之后呢，我来为大家演奏这个 ending 的谢谢。带来这一首是《街灯下》，好不好？《街灯下》，我们刚刚介绍，在那个那边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街灯哈。那其实公园应该有很多街灯，有的一定会亮，有的一定是不会亮了。好，我们希望呢不会亮的要赶快怎么样呢？赶快亮起来，赶快亮起来哈！这样呢，我们公园呢越来越漂亮。好，还有朋友点了什么？鸭巴罗丁哈，好，那今天呢，大家气氛好，你看演奏到9:30了，本来都到9:15而已，那没关系，大家喜欢听，我们继续演奏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音量小一点哈，音量怕吵到人家明天要上班的哈，所以那个我们先街灯下，还有朋友点了一首这个爱人哈，爱人，还有朋友点的这个鸭巴罗丁哈，今天是怎么样都是路灯的哈，好，我们赶快带来街灯下好不好？来听听看。你已经忘记这首歌了哈。非常浪漫的一首国语金曲。继续，我们先带来这边的歌曲，这个夜半路灯，好不好？有时候呢，有些朋友是上夜班的，回去的时候呢，路上静悄悄的，这首歌就有一种那种感觉哈。我们来听一看《夜半路灯》。
谢亚瓜罗丁。在新的最后呢，带来这首《爱人》。那今天很感谢呢，很多我们最有人情味、我们永康最热情的朋友呢，今天送了很多饮料过来哈。等一下呢，我全部把它喝完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流太多汗水了啊、特别的感谢大家的鼓励。最后呢，我们带来这哇，还有你看看阿姨呢，带来这个湿纸巾那个帕婆阿姐嘞哈。到永康来表演最幸福了哈，谢谢您，谢谢。那我们赶快呢带来这个这个纸巾，待会大家也可以用，自己过来拿好不好哈，大家分享一下。来，我们赶快带来这一首《爱人》，谢谢。这首国语歌曲《爱人》哈，那今天呢气氛非常的好，也演奏的比较晚，那更感谢很多朋友给我们的实时鼓励，还有很多朋友呢带来很多的饮料，还有这个湿纸巾啊。最后呢，预祝大家有个很愉快、很浪漫的这个夜晚，跟大家互道晚安哈。那我们下个礼拜二呢，一样在这边啊，7:30开始演奏，欢迎有空的朋友呢啊，我们就不看电视，来这边听听音乐哈，然后吹吹自然风，这样最棒了啊。好。
那最后呢，大家有空帮我们做做义工好不好？一个人拿一两张椅子，请大家帮忙拿到路口，叠成两叠哈，一叠九张，代表的长长久久。再次的感谢大家，祝大家幸福快乐，拜拜，谢谢。